我们保定公交总公司呢，建司是1963年，从建司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5年的历程。我们的发展呢，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也就是说呢，与时代同步同拍。建司之初呢，我们保定公交才有2条线路，发展到今天呢，我们已经有66条线路，2000余名干部职工，承担着咱们保定市建成区以内所有的专业客运任务。请刷司机卡，签到成功。保定市，别看不大，但咱们现在市区以内所有公交线路的公交车全部使用的都是清洁能源，都是新能源。我们这个使用新能源呢，也经历了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咱们2012年呢，我们第一次实施大的汽车革命，叫油改气。因为12年以前我们使用的车大部分是柴油车，12年呢，我们第一步就在市内整体置换所有线路呢，全部置换成了天然气。LNG， 2015年我们又发起了这个车辆变革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整体置换660辆电动车，纯电动车是零排放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咱们保定公交当前呢，这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使用的这种清洁能源车呢，可以引领这个咱们市民的乘车出行这种方向。啊！来了，来了！
欢。就是那个早晨起来5:30就要来咱们那个场站准备出车前的工作，朋友介绍，然后我特别喜欢咱们那个公交行业，而且对这个咱们公交司机是特别崇拜吧。然后我来了以后，那个我们俩认识以后，这么着我们俩算是缘分吧，走在一起了。这个咱们保定公交的这个新能源环保空调公交车，它这个绿色环保，对现在这个大气污染，减少了不少的大气污染，然后对这个普通老百姓出行，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优良的一个出行的这个一个工具，出行工具，对，尤其是对咱们这个孩子身体健康、身心健康都有帮助，都有好处。哎，你坐这个，我帮你拿。你现在你好好。